爆辣通心棒真的有这么辣吗？不吃了，你们能下的，一定要自己去试一下。9.9三包，15.9一共是5包，两种口味。那尝尝这个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辣？这个保质期是6个月，日期都是最新的。咱们再来尝尝这个甜辣的，甜辣的是这样的，吃完这个爆辣的再吃这个感觉不太辣了。能吃辣的可以尝尝这个甜辣的。